就这么大。它的屁应该这个是圆圆的。我把它做干式的，所以就不然它本来是稍微圆圆的，变大大的。真的粗粗的。嗯，对。它的牙齿有没有？看到牙齿。好，那讲一下鲨鱼。鲨鱼它是体内受精，你也可以拍。嗯、啊，那妹妹拿给你拍，妹妹你拿。这是鲨鱼的公的交接器。嗯、哦。公的它们是体内受精，就是要有交接器。鲨鱼有这个呢，它是体内的呢，它不是。它两只会那个吧？他说鲨鱼是体内的，其他都是体外的。嗯、对，其他像过吻龟那样子、啊。乌贼，真是很大只哈、哦。你看跟那种鱼游过去了，你拿嘴拍。花枝的壳，哎，花枝的壳，对，你们可以拿起来拍。你看花枝的壳，那这只花枝多大只？就那个脚放在上面。这是旗鱼的。哪只？刺。它是磨砂。刺泥，刺。是剥皮鱼的皮呀、啊。沙子的感觉，后面是手术刀。手术刀，这个哈刀子跟刀子一样。然后拿起来看。医生的手术刀。嗯。这只就很少看过了，一般看到都活的。这个鲨鱼皮。哎呀，鲨鱼皮。它你看，它有一个，它为什么能感应那个鱼？那个鱼哈，你妹妹拿给那个鱼在肌肉在收缩的时候的那个电流，它用那个这边有几个孔，你们用对着这样看，那个叫环石，这个这里，劳伦斯点，它那个能感应，为什么说它能感应那么灵敏？是那几个孔，它能感应电流。哦，鱼在肌肉收缩的时候，它都感应得到。他在交配的时候只用一只、啊、另外一只就要勾住母鱼、哦啊、可是要后面要有勾勾，像亲啊，像那个秤子、哦、那个你这边有一个勾勾，尾巴有个勾勾，他、交配的时候会勾住母鱼、哦、嘿，勾住母鱼、哦、嘿，才不会跑掉、哦、然后可是这样子他交配的时候他就要向前翻转，那就是要这边要有一个关节，要有关节才能翻转，嘿，这是我去何博士，我问他，他跟我说的。不然一直想说他能翻转，交配的时候翻转，那、啊、翻转怎么翻转？我们不知道啊，嘿呀、啊。这个这只鳍很大哎、欸。嗯。哦，它小小的，可是鳍很大，所以他们说割起来当鱼刺，可能这一块哦，哦。我还没注意看啊，这块很大很大片。所以鱼刺是那两块。鱼刺还有这边的、啊、对，背上那个吧，应该都有吧，都有，对、啊，都有嘛，整个有鳍的都割起来、嗯。其实我们人很残忍的、啊，就再跟你们讲一个，你们那个现在还有时间哈、啊。你看这个叫做鲸鱼在海里，鲸鱼妈妈要生小宝宝的时候，有一个阿伯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走远洋渔船，那有一天怎么海平面那么多的鲸鱼？原来有一只母鲸鱼在生小宝宝，嘿，那然后他说那个鲸鱼是从生小宝宝是从尾巴还是从鼻子从那个头先生下来？应该是尾巴。尾巴，对，从尾巴。那个帅哥，你拍的这个是公的那个育儿袋，有你会拍到哈、啊？啊，对，啊这个你那这是母的，这也是母的，妈妈跟他有他是有脐带。那个脐带的接头，它演化到就是容易断。妈妈只要运动一下，转几圈，它就脐带就会断掉。然后他们的伙伴，妈妈就会把它拱起来，吸第一口气。好、哦，那对，那开始再来是不是要喝奶了？好、哦，那喝奶的小宝宝，他舌头是软的，可以卷成筒状，管像吸管，好、哦、吸管像吸管这样卷住妈妈。但是舌头前端要不要一列一列一列才能更过？更包覆妈妈的乳头，这样才更紧，而且她不能吸，一边游泳一边喝奶，哈、哦，那个呢，妈妈的乳腺有肌肉细胞，所以她用喷射在鲸鱼的小鲸鱼的嘴巴里面。那我讲这个的时候有三次，我讲了好几场，
那起码有三次哦，有三个在军中服役的男生，就跟我说，就大家这样说，他说哦，战斗机的空中加油是跟鲸豚喝奶学的。我们是不是战斗机？加油机，他是不是一边飞？要不要一边加油给他？啊，他能慢慢倒给他，还是要喷射给他？要不要快速喷射给他？对，他一定要在对等的时间快速喷把油喷射到战斗机的油箱里面。好、哦，所以他这个一边飞要扣紧。好、哦，对，合理怀疑了，叫做仿生学。那、啊、这就是安康鱼。对，安康鱼，安康鱼呢？这只是浅海安康，它是50到200公尺，公的母的一样大。我这一只是公的，这个已经 被小朋友摸着断掉。我这个跑过50-60所学校，嘿，十几年了啊、哦。这个我不晓得，这两片有一个两片比较大片的是公的，公的呢，它的嗅觉器官呢比较好，它要去找母的，好、哦，啊、母的这边就比较小。这是浅海哦，公的母的一样大哦。但是如果深海的呢，那就更精彩了。深海的安康鱼，你看，公的是小，公的是这一只，这是公的，这是母的。好、哦，这个安康鱼，这角安康鱼，它生活在1000到4000公尺，在完全黑暗的世界。母的比较大。公的母的相见容易吗？叫做相见时难，又有一句叫做别亦难，离开也很难。哦，他们在黑暗的世界，公鱼这么小只、啊，公鱼这么小只，对对，比例就60分之1。公鱼小，很小，小只，然后母的是大的，不是不是，公鱼咬住母。对，公鱼怎么去找到母鱼？而且要同种的母鱼，他们才可以配对。哈、哦，那么就是以发光器。还有它发光的那个光谱，它那个，哎，我这边应该有写吧？哦，他们是以发光器的不同形状，哈、哦，还有色素分布，它发光器发光模式来选择谁是我新娘，才去咬住它，哈、哦。可是它咬住它以后，它就永远不会离开，它嘴巴血管就与母鱼皮肤血管就连接，嗯，好。你们看到它连接起来，X 光照片。公鱼跟母鱼就连结，嘴巴就融合在一起，血管的融合在一起，以后就是母鱼输送血液养活它。所以公鱼 就要被母鱼供养，所以我叫它叫做吃软饭的男生。但是它非常伟大，它牺牲自己来为了传宗接代。好，等一下要给它更大的掌声鼓励啊、哦！好，那它那个，而且它的嗅觉鼻子为什么比较大？嗅觉器官要好。是因为母鱼排卵的时候会释放性荷尔蒙，公鱼必须要敏锐才能闻到那个味道，才会排精排卵，他们才有下一代。体外受精，对，爸爸你，这个小朋友比较听得不懂，但是大人应该听得比较。我的朋友有一个朋友说，比较不容易听到讲那么详，我讲的比较详细啊。哎呀，这是冷死癌，好，而且回击不一样。这是他的骨。冷死癌那个。我那边有照片哈、哦，那边有卵，那边有几种那个哈、哦。好，那我这样子，我们大人练一下好了，小孩子大概不行，我练一下，大家练一下哈、哦。我说我做了一首叫做《这个就是安康鱼的深海传奇。对，还有一个说深海安康鱼，公的母的都那么显出体型差那么多，但是呢，不是所有的安康鱼，深海安康鱼公的咬住母的永远不会离开，部分就是连结了。但是有些是离开了，下一次再去寻找另外一个伙伴，另外一个新娘，哦、不是绝对，但是有部分是这样子，哦、好，那我做的叫做《公安康宇的求婚进行曲》，我练一句，你们两个大人练一句哈、哦，我说，哎呀，在黑暗的世界里，哎呀，在黑暗的世界里，你我相见不易，你我相见不易，我的爱不离不弃。我的爱不离不弃，乍看真没骨气。乍看真没骨气，好，乍看真没骨气哈，却是我俩生命的秘密。却是我俩生命的秘密。好了，宝宝，我的勇气，宝宝是公的嘛？来，你要拍我的勇气，我的勇气。啊，希望亲爱的你，
希望亲爱的你，就是大家给我掌声鼓励，大家拍手，功德拍手，哎，来功德啊，我才有脸活下去，我才有脸活下去，对对对，好，都这样，我今天爸爸先，我不敢，这就不敢了，对呀、啊，又没关系啊，他是壳，对，对，螃蟹，螃蟹它脱壳哈。脱完的壳跟原来的样子完全一样，所以那你看看，这是脱下来，这是脱下的壳、哦。我以前不知道，以为是怎么我捡到它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味道、哦。结果我在问那个博士啊，螃蟹博士，他说这个是脱下的壳，而且它脱得非常完整。嘿，这叫凶狠岩浊蟹。来讲一次，这个叫什么？感觉都没有开口。凶狠岩浊蟹。它从那个地方，从那个啊不要黑。从那个地方，从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脱，他把这个上面这个壳，这个跟这个是中间有一个空隙，他把这个推开，推开才从里面这样爬出来，这样爬出来，然后再把它关上。对啊，脱出来就整个，你如果自己做一个螃蟹的标本，哇，里面很多肉很不好处理，起码要处理两三天哎，所以我捡到它很开心，我可是还是容易断掉哈。我就用树脂把它来裹裹嘞，这个还好啦，但是我嘛就惊小朋友上脱咖，好，啊你们摸一下抱一下没关系。如果我去学校上课，我就不敢给他们拿，因为他们小朋友好开心，你知道吗？螃蟹，有没有看到安康鱼的牙齿？哈，这是我这只安康鱼的牙齿，它是怎么吃的？吃东西，来，大家嘴巴闭着，嘴巴用力张开。你是吸还是吐？再一次吸，对，安康鱼哈，它鱼在海里，只要嘴巴打开，鳃盖打开，水产生负压，它就猎物就被吸进来。你看它这样子钓竿在这边，那这样吸进来，它跑得掉吗？四排向内，对，四排，而且它没有肋骨，它没有肋骨，我没有肋骨，它可以把自己吃的食物吃的。胀得像一个球，然后在海上飘，它不算你游泳。对对。哦，对对，还有这个灯我还没讲，不晓得为什么有这个灯会打光，对不对？是浅海安康鱼，它有钓竿，但是它不会亮，都是假的虾子，它就鱼饵那个饵料哈。啊，那个深海安康鱼就是它母鱼长出钓竿的时候，钓竿就是钓竿里面有发光器。有发光器，没有发光菌，它不可能发光。就像我们手电筒没有那个壳，没有电池，不可能发光。像电池就像它的发光菌，哈、哦，进入它的钓竿，它才会发光。哦，有菌啊。有发光菌，会发光的细菌。哦。这个不是它本身的光，它有发光器，但是有那个发光菌在里面，它才会发光。但是它发光菌的养分，母鱼要供养它，也要供养公鱼，所以它能够很大只吗？不可能，它养不起它。而且在深海就是能受高压，能受食物稀少，特别深海浮游生物也比较少，对，所以真的很精彩。我们的何博士，但有细菌才能，那如果没有的就不会亮。深海一定有，而且它们是互相共生。他们已经讲好了，就是什么菌会进入，会去找那个。很多演化为什么可以到现在？他们经过几百年、几万年的演化才会这样，这不是忽然间发生的，不是，都是几百年的演化。没有发光菌，除非发生爆炸哦，火山爆发什么，它灭绝了。所以安康鱼，大概地球也没了。都一定会亮，没有没亮的。哎，对，有些是灯眼鱼，那个亮又跟这个又不一样。有些是它那个灯眼鱼哈，它这边也有发光菌，嘿，它就直接，哦，这个鱼我没讲哦，好，这个鱼你看这个洞，我、哦、忘了讲哈，来，我怕说你没赶时间，我也就想说，好，这个叫做来小朋友念一次，细纹，大声一点，细纹玉螺，来这边。一群带有钻孔肌的捕食者。好，钻孔肌，它你看哈，翼螺，它要吃贝类，可是这样子它根本吃不到，那、啊、怎么办？
它就这样子，然后分泌盐酸，分泌盐酸把它溶解了，再用它的齿舌，再用它的齿舌把它刮，有没有刮得很漂亮？把它刮一刮，然后再分泌一种物质把它的肉溶解，然后才吸把它吸走。这么神奇哈、哦！这么神奇，我以为他要怎么吃？你看这么这样子，那关起来他怎么吃？对啊，当然要用那个磨砂汤啊，一定要磨砂汤啊。你看这个很完整了、啊，已经被吃掉了。嗯，好，好，啊、那另外这个哈、哦，它是神经毒，没关系，你拍。这神经毒，所以你它煮熟了，这个煮熟了不能吃。神经毒，螃蟹也是神经毒。毒螃蟹也是神经毒，煮熟了还是有毒。不可以随便吃这个毒。可是呢，就另外那个来，妹妹那个这个螺，这个是来，妹妹你念一下，来这边绿色的字。一群带有毒刺的捕食者。好，毒刺在哪里？毒刺在哪里？尖尖的那个地方。不是，在它肚子里面，它的肉里面。他的肌肉，他在肚子里面，这个都没有了哈。好，他怎么那个呢？他的肚里面这边有毒囊，然后有毒腺，哈，然后这边有毒刺哦。这个怎么念？除被齿舌刺，这边就把那个刺泡了毒了，有毒了。还有一个备用齿舌刺，我看到这个就被打败，我说哇，太厉害了。还有预备，他可以吹剑了刺。对他这个断，万一断掉了，了这个万一断掉了，马上上膛，嗯、不然他饿肚子，嘿，他要补一个。你看这样子，没看到？你看姐姐。所以呢，你们在海边，推荐哦，可以射。你们在海边捡贝壳，你如果把它这样拿，你会怎样？发生什么事？你如果这样拿，会发生什么事？它的毒刺是从这边伸出来，你这样子会被刺到，会、嗯，有刺死人，有人被刺死掉。嗯，因为它很毒，哈、哦，但是它这个肉可以吃吗？它是蛋白质毒，煮熟了可以吃。但是原住民朋友告诉我，王老师，我们有吃啊，可是吃多了会有点酒醉的感觉。那我那是酒为什么会酒醉？因为它毒囊里面有什么东西？酒醉感觉。有没有东西？它要打那个鱼，要不要麻醉它？它有麻醉剂。可以吃，但是螃蟹跟谁煮熟了不能吃。来考试，螃蟹跟哪一个？我刚刚有介绍，钻孔鸡的，对，钻孔鸡的，就是这个跟这个。对，这个玉螺，它是什么毒？煮熟了不能吃。神经。螃蟹跟这个玉螺是什么毒？神经的，会让你那个。神经毒，神经毒，预热还是有毒，不会破坏它。这个叫什么毒？蛋白毒，好，那你这边你会念吗？还是妈妈念？鱼螺毒素对我们的贡献。鱼螺毒素是海。大声一点。天然药物，目前作为罹患癌症及艾滋病的生命末期病人施打。哦，它可以施打那个替代止痛剂。对，可以当止痛剂。那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个喜欢，还有记得订阅我，还有按下小铃铛，那我们下次见。